2016第23届光怀杯少棒赛，原住民族电视台将 live 播出精彩赛事。11月26日上午8点，上午9点40，下午1点，下午2点40。11月27号上午9点，下午1点，请锁定有线电视原视16频道、MOD 原视 HD 频道、原视无线数位13频道。